维持社交距离，戴口罩。讲公司今天好像是吗？请维持社交距离，或者戴口罩时。大口罩行，大家也不能好好讲话吗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是发现朋克嘛，肉穿，还有印象。现在呢，第一天进来，在装台，我们这次用的东西非常的多，有九颗电脑灯，然后还有后面这一整片大的彩幕。我们通常呢都是用投影机，但是我们后来算一下，这个场馆呢不太适合用投影机，因为它旁边有点弯弯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干脆直接调了一个荧幕下来。所以这是花了非常多的钱在干这个事情。你说是吧，江老师？可以帮我升级啊！我其实不知道花了多少钱，只不过是就是这一次的设备整个升级，是为了搭配这个这么完美的厅，我觉得效果会非常好，应该是我们这一套剧本巡回以来最齐全的时候了，期待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一小时后的自己即将崩溃。冷静，你可以想起来的。干嘛呢？礼物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冷静是不会让你记起吉他和弦的。还是赶紧让川神来救援一下吧。亲爱的，爱上你。不是，这个一。哎，我忘记了，我是弹什么？你确定我弹什么吗？不要担心，一定会好的。师父引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还是加紧时间练习吧。再快点，走啦！8月17号，我们现在做的是音乐彩排，然后等一下会有剧本彩排。这次新的剧本有加了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在里面。白雪阿姨，我觉得其实每一次音乐会最困难的不是台上呈现的东西，而是背后这些无法预料的这些器材的事情，其实真的超困难的。这个其实每次站台上都很紧张，因为我们的剧跟一般的不太一样，我们的音乐跟这些画面搭得非常紧。对，所以这一秒我要这个效果，你就是得按下去，然后就要有一个人在那里。对，没按键就完了。现在大驾光临的这一位是我们的灯光，okay ，然后这一位是我们的 PA。灯光就是灯光，你知道 ？PA 就是 PA 音响。音响。那可能在刚说过。PA 就是 PA， 这个就是个废片，不好意思。今天技术人员都来了，看到我们有非常厉害的灯控师，他厉害的是在于他可以一边灯控一边劈腿。我们现在请他表演一下。神经病，他每次这样子有点累的时候，就开始把这个就拿到头上来了。但是他是比较拉筋的方式哦，比较特别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拍的这里有人用吗？会有吗？这个会上，尤其讲劈腿的一定会上，有劈腿必上。然后呢，再来另外一位是小佑呢，是这一次我们新合作的 PA， 非常非常的棒。小佑是一个很好用的男人，因为我刚弹吉他的时候，我就随便问他会不会弹吉他，没想到他是个吉他老师。我立马就不想在他面前弹吉他，非常尴尬。他也教了我很多练吉他的方法。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人才非常的积极呢 ？OK， 那么开始排练了。江老师还没有背台词，等一下阿胜就会瞪我俩。什么时候要背？就这样吵吵闹闹的准备了几个月的音乐会，江老师和 Eric 决定在演出前给粉丝一个大礼物。
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么受欢迎，应该是太久没有来南部的关系。哦，因为上一次来已经是两年前了，两年前了，两年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很受欢迎，对，因为我们的票都卖不完，就卖不掉。然后后来我们就赔本了，对。后来这次来就有卖完，就非常开心，大家热烈的支持。然后如果就是没有买到票的朋友，其实我们在十一月底的时候会在台中歌剧院，大家可以顺便去台中就是一日游之类的，然后就可以跟我们见面这样。音乐会圆满落幕，感谢所有到场的你们，这次真的演得很开心，希望很快就能再和大家见面。完美钢琴老师或许不存在，但我们之间的爱是完美的。签完名了，对啊，签完所有的名了。我谢谢大家，真的排好久，我都觉得我们快要变成国家档了。真的超长的，真的超长的，真的超长的。我们从几点弄到现在？一个小时吗？四五十分钟吧，四五十分钟。嗯，对。金狗燕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怎么了？你跟粉丝报比较紧，你跟我们不熟。不是啊，要不然再一个嘛？没有，不用了。Slipping away, so don't let me go.